展出年度18项将在今天的发布活动中现场进行发布和演示。女士们、先生们、朋友们，科技创新的大家下午好，共同定义需求，共同研究技术，支持 5G 的麒麟芯片，同步推出支持 5G 的智能手机。技术上的一致性，同时也保持了我们各自120多倍。我们期望和大家一起打造下一代的安全标准。这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使命宣言，但我更想在上面加6个字：微软的人工智能少女小冰，2014年我诞生于中国。